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路易斯的频道。那么的本期视频呢，是作为频道首页置顶的一个频道简介。大家也知道，UP 主的兴趣比较多，有科技啊、游戏啊、美食啊。那么呢，这些视频呢，全部混杂在一起，就显得特别混乱。所以说，UP 主就把这些视频单独分开来了，新建了一些子频道。那么呢，这些新频道也刚刚建好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：科技区就科技区，游戏区就游戏区，分开来。这样子做呢，有利于频道的发展，也有利于频道更好的分类和管理。好的，首先呢，这是我的 YouTube 频道主页，你可以看到我在首页已经推荐了我的子频道的一些播放列表。当你点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跳转到我的子频道了。然后在播放列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我做的每一款游戏的视频攻略，还有实况啊，全部都分类好了。在频道这里，你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子频道，还有推荐的频道。在简介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，还有 Facebook、推特的链接。接下来这是 B 站的主页，你在收藏夹这里呢，可以看到我往期做的游戏的攻略、实况啊，都全部分类好了。好的，首先呢，这是第一个子频道，这是 UP 主在2018年做的彩虹六号无限系列。当时呢，很多视频都有十几万的播放量，也是累积了几百万的播放量。主打各种的无限技能，还有各种的慢镜头和敌人和人质愉快的玩耍，这些都是在断网的情况下关闭、开 CE 啊，仅限独狼裂孔里面玩耍。这是一系列的娱乐搞笑视频。接下来这是第二个子频道，这是 UP 主从2015年至今拍摄的各种的装机类的教学视频啊，还有各种电子产品的开箱。这两个子频道呢，都是我刚创建的，我也把主站的相关视频呢。删掉了，当然了，保留了一些高播放量的视频。因为我觉得，如果要做科技的话，那就专心做科技；如果要做游戏的话，那就专心做游戏。一个频道下来，看过去的都是同一类的东西，比较好一点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对新频道有兴趣的话，那么呢就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吧。那么呢也不要忘了关注 UP 主的 Facebook 粉丝空间还有推特哦。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